好，大家今日我哋嘅星期六时评就开始啦。明天咧，我系会行山嘅，所以我啊可能跟一阵录。咁个话题都系一样，今日同明日、明晚咧，我有篇文排咗期出嘅，咁啊都唔使 update 啦。都话听日就一阵 update 下最近嘅情况，作为补充咁啦。咁啊，我好相信我已经估中咗我投票率系几多啦。咁咧，因为朱姐都出嚟估啦。咁啊，早几日仲闹紧啊，你啲民调嗰啲啊，唔好搞搞震啊，喺度蛊惑人心啊，用民调。咁人哋问佢喂，我民调啊，钟庭耀啊，钟建华啊，嗰啲好勇啊，照出啦。不过我就觉得佢出嗰啲民调有啲问题喎，我觉得有问题喎，要应该告鸠佢，告鸠佢喎，系。咁啊，就告唔告鸠佢？国安法定系选举条例，咁就留待呢啲。特区政府，我觉得出听明日之后，the day after tomorrow，成个特区同埋中央负责香港事务嘅人，咁啊你唔少嘢嘅，中央政部长嘅夏宝龙啊，系咪？咁啊中联办嗰、那个以前系省委嚟噶嘛？呢个阿慧玲啊，系跟住韩正啊，政治局老闸梗系问啊，香港点啊？好唔好啊？咁阿老细得得得得。一阵先估嘅咋吓，费事讲住，讲唔中又死，讲中又死，讲唔中又死，系咪？朱姐话三成就好好啦，咁我哋引阿朱姐，实冇错啦啩，所以介绍咗朱姐，用阿朱姐嚟上头，即系上头意思系摆头版啦，系。咁我今日都讲好多嘢啊，咁多人涉及啊，点解我摆阿朱姐出嚟咧？俾面啊，俾面呢个40年前争啲帮佢助选嘅。阿婶啊嘛，系咁啊，大家有冇收到呢、这个？咦、真系要呢、这个系 HO Hong Kong Government 选举事务处俾个电信，我今朝收到嘅，应该系咪先？52分钟前，呢、这个图片嚟嘅。咁咧，为港为己投一票，立法会选举对你和香港嘅未来至关重要。投一票或者唔投一票得唔得咧？可以理解为请于12月19日星期日上午8时30分至晚上10时30分到你所属嘅票站投票。搭紧车点投票啊？阿哥系咪先？你又叫系你，又你叫我嗰日要出街搭下车嘅，一番好意，使捻搭车咁样投票？投票你搭车啊？究竟呢啲咪呢啲咪大家？心中嘅疑惑咯，亦都系今日嘅话题咯，系嘛？今日嘅话题从何说起咧？应该系同朱姐说起话，唔好住。朱姐咧系个老实人嚟噶，我不嬲觉得佢亲中亲得嚟咧，有嗰句讲嗰句，所以佢讲嘅嘢咧，大家唔中意啊，都要认真看待。但系咧，钟庭耀咧呢条友咧，不嬲都认为佢啊。咁啊，唔系就系我认为啲左仔啊，啲左报咁啊。我若干年前写咗一篇文嘅，我2012年噶啦，唔系12年嗰次选举啊，2012年区议会定立法会啊。咁咧，我写咗篇文啊，中市民调就即系唔可靠啊，诸如此类啊。哇，佢5、6年后都仲 call 我噶，文汇报啊嗰啲评论啊，王安演评论独立评论员嗰篇文，少过咁。佢 call 我嘅时候，我真系特登去揾翻中视民调，呢个系我形容佢。咁而家唔系啦，以前香港 U 咁啊，而家系独立噶啦。香港民意调研中心系咪？民意调查咁咧就系阿钟建华同佢两个咁啊都系社会学者，社会学者博士教授尊敬嘅，我哋尊敬嘅。如果佢正正经经做研究咧，就我哋系要尊敬嘅。咁但系如果佢用假研究之名喺度。蛊惑人心咧，咁样咁啊，我哋要睇穿佢啦，系咪先？我嘅责任就要呢啲有蛊惑分析俾大家听。哇！但系共产党由你老母啊拉噶咯，唔系走去分析错啊，你踢爆佢咁好。咁而家佢早几日咧整咗个咧，我都好唔高兴嘅民调啊，竟然话香港人咧就上升，国家认同喎，屌唔系认同香港下跌，我国家认同上升，整个咁民调啊！
咁啊，我哋唔中意，我哋唔高兴，唔高兴梗系即系话，屌，睇你点识问题啫，点抽声蒲啫，民调呢样嘢好捻捻笨柒嘅，唔中意啊，屌鸠佢啦吓，咁啊，但系屌鸠佢打我，我冇权拉人系嘛，不过咧即系。我都冇研究過，咁就係我唔高興嘅。我淨係話俾你聽，我唔高興你做過咁嘅民調，得出咁嘅結果啫，係咪？我唔撚信啫，而家係咪？認同感上升就唔會走咗十萬人啦，已經移民啦，唉，走幾十萬人啦，咁點會認同香港嘅上升咧？因為走咗幾十萬人，哦，啊，冇講咁多住嗱，咁睇咗香港民調民意研究發現，係，咦？我哋唔開始咗噶啦。开始咗，我当开始咗噶啦，唔好意思啊。咁咧，香港民研调查发现，选民投要意欲创30年嚟新低，个名字就好肉酸啦。但系咧，咁咧，你睇下呢堆咁嘅数字啊，上上落落呢堆咁啊，而家系有几多少个人呢肯定会多数会竟然去到48%，48%即系五成嘅投票，五成嘅选民会投票、啊。而家我哋几多选民啊？大家知唔知啊？有4,472,863人，咁即系最少有48%，即系200,000人准备出嚟投票明天。哦，怪之得要咩啦？系即系唔关事，啲要免费搭车啦，系咪？咁咧，好啦。突然间大跌系咪？咁啊列咗咁多年嘅投票意欲，啊咁佢做开吓，佢攞啲 figure 出嚟啫。今年40%，但系早两日唔系咁，我早两日30% 一定投票。大家我读咗几次啊嘛，然后有20%、20%就唔肯定啦，或者会啦，诸如此类，睇定先啦咁样。即系有40% 系啲咁嘅人。咁而家突然间有个好清楚嘅数字系48%，肯定会多数会。好，当你是不是是怎样呢？不是呢就是你咪特登整定个 figure 出嚟，然后我哋全人类话哇乜得咁咋一成咋冇唔止嘅我估。两成咋咁三成咋咁样啊。咁呢唔知好失败喎、哦、应该有五成喎、哦、48%。竟然得翻三成喎，咁即係代表咩呀？咁我好多嘢讲㗎喎，大家都好多嘢讲啦，係咪先？我哋最好就係有结果出嚟呢就马后炮㗎啦，係咪先？咁好似我咁样马前放炮，係预测早几日写定文，咁啊呢啲咪叻囉，係资深评论员先有意见，即係有咁嘅实力㗎。你冇呢我同意讲得似模似样喎，我唔係话讲我乜都中喎，灯神之后乜都中喎，乜都中或者乜都唔中，我只係一个合理分析，係咪？几日前已经作出合理分析，咁听日就知道我的分析中唔中啦，系咪先？依家都知噶啦，估到噶嘛。好，多数唔会肯定唔会39%，早两日系32.7啦，咁又唔同咗。我都话呢啲系咪蛊惑咧？呢啲中市民调系未决定，唔知13%，突然间高度下跌，得翻13%，即系未决定啫。咁样好啦，我撇除呢13%啦，唉。48都是搵笨柒啦，都是唔投啦，咁呢啲仲有37啦，冚唪唥唔投啊，嗰啲未知嗰啲都仲有35到37啩，系咪先？而家朱姐呢就俾咗个我嚟搵返朱姐出嚟先，唉，以策安全啦，大佬。俾咗个数字大家。在前面贴了出来了啊，没了朱姐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张相不见了。咁啊，朱姐咧就话咧，大家要接受，可能得30%咋咁样，系哦喺度，唉，大佬 fake news 啊，唔讲啊，朱姐唔露个样啊个真容。咁咧，基本法委员副主任唐慧珠大名大放指，18%立法会投票率如果有30%，已算不错，即系话更少啦，系咪？啊！認為今次疫苗啊，直選戰直減少疫苗，係咪疫情啊？直選戰減少，啊，直選戰減少，但係嗰啲委任嘅多咗嘛？咁減少應該更加要有一樣嘢唔講，我哋冇份去提名噶嘛，係嘛？而家向個選舉委員會嗱，呢啲叫做提名選舉，
即系咧，佢系选举权卡咗你啦。呢啲咧，世上咧有个地方叫伊朗，就玩得好好嘅，个整统系直选嘅。开头佢都系用咁啲招啊。2014年嗰阵话选举委员会提名，然后一人一票普选特首嘛，提咗，到时咪提下啦。689加呢个林郑，你拣咯，类似啊嘛。咁我哋唔要啊嘛，唔要所谓出现呢个占中啊嘛，系嘛？我哋好意识好高嘅，系今次咧。唔单止系特首冇，屌连少少嗰十个已经预咗你有一半你立噶喎，系单议席啊嘛，双啊每个区分咗五个区嘛，我原来系叫做新界北啊，新界北区系，咁咧就系上水、粉岭加元朗嗰度咁样一撇嘢咁啊，好啦，我哋咧即系我咁多次。我都試過喺街頭簽名嘅喎，唔係咁，次次有啦。我簽過俾呢個熱血公民嗰啲個熱狗喎，咁都好多人話：哇！明明你都唔中意佢，唔中意我唔緊要。佢有人要選議員，咁我提名佢，我覺得佢有資格玩呢個遊戲，我投唔投票係一回事。提名佢嗱，一般人有權去提名，今次咧連提名權都冇啦，係咪？請投民建聯一票，呢個陳克勤一票咁樣。收集选民签名嘅活动都冇啦，咁咧，但系叫佢投喎，咁啊，我都冇提名，你叫我投，我投乜卵嘢？咁啊，我哋好期盼咧，就系咧，就唔止系泛民嗰啲唔投，嬲啊嘛，泛民嗰啲情绪大啲啊，连啲蓝丝咧，较为有脑咧，冇脑嗰啲佢都唔识投票噶嘛，系咪？可能根本冇投票，加埋有脑咯，我谂我都。冇份提名嘅，咁啊，諸如此類啦，稍為有腦都會質疑呢啲咁嘢噶嘛。好啦，咁我哋唔好理情況如何啦，唉，我哋係需要面對現實嘅。好啦，咁咧就影響投票咗，大家你今次選舉落實咗愛國治港者原則，係咁咧單睇投票率佢哋成敗失招，失招嘅意思咩？食招咋？我知啊，失招，失咩招咧？个焦点就系个权力变咗啦，系咪咧？咁啊，唔好意思啦，我冇听嘅，即系当然唔听啦，当然唔听呢个婆娘讲嘢啦，所以我唔知佢究竟个失招系指咩。个聚焦就系当然啦，你睇佢都知佢啦，讲到好似好多理论咁样。我哋而家嘅主要最紧要就系爱国者治港，咁而家我哋咧就我哋就有爱国者治港噶啦，呢个选举之后，咁我哋呢个最重要嘅，所以就系、是、你唔好睇投票率啦。如果有三成唔錯噶啦，咁你踢爆咗喎！好明顯，即係話咧，其實阿老共咧，佢呢啲叻，即係叻得內線噶嘛。老共覺得咧，三成都可能係咁多嘅啫，可能都冇，係咪？嗱，咁啊，完全符合我哋一般草民嘅判斷啦。咁我哋應該俾掌聲自己啊，聽日之後嚇、啊，原來咁，但係我話你聽咧，可能都樂觀咗噶啦，係咪啊？大家都覺得三成都係樂觀咗。咁咧，呢个烂鬼民调竟然话俾你听有48%嘅人，系咁啊，即系准备要你交出200万人投票。咁如果到时一半都冇，咁点咧？咁或者多少少咧？多少少已经真系朱姐讲三成啦，三成都有324都要，唉，冇。冇都有150万人投票嘅，都几困难啊，系先？咁啊，有啲法律问题嘅，咁朱姐咁样指三说三道四，指指点点，会唔会触犯选举条例咧？咁我估佢系唔会嘅。如果会咁，我唔制啦，系先？佢会我都会噶嘛，系咪？我又讲喎，系咪？会唔会引导大家投票或者唔投票咧？明天？我讲咁多嘢，我从来都冇叫大家投票或者唔投票，或者鼓励大家投票或者唔投票。我纯粹系好似阿朱姐一样喺度分析紧啫，系咪？咁啊，聚焦失焦，咁我又唔能够唔同佢讲嘅，失焦噶啦，食焦噶啦。如果我哋成日望住个投票率，就食焦噶啦，食紧系咪？但系你话我讲支持讲啊嘛，咁啊啱喎，系，反正你都系。一成俾你直选啫嘛，咁其实有乜重要性咧？系咪先？嗱，你系咪咁讲啊？好客观啦，大家有脑啦，一成嘅直选，
兩成逆轉啊，一成就兩成，咁啊兩成直轉，其他八成都係愛國者保證咗。咁你就算塞曬嗰兩成都係民主派打交都唔夠人打啦，啱唔啱啊？嘥氣咧，立法會裏邊，所以我哋都知冇用啊。所以你俾曬民主派嘅人做候選人都費撚事投啊嘛。咁所以呢個係有智慧嘅表現，即係一般人覺得冇用啦咁樣。唉、哎，交俾你啦，交俾你啦。如果你話失招食招更加明更加清楚啲，係咪？根本就唔係諗住嗰度要咩監察政府啊乜乜乜啊做呢啲嘢，純粹係即係有啲選舉咁，然後就話俾全世界聽香港有選舉啊，香港好民主啊，我哋係咪又民主啦、啊，又唉，總之一塌糊塗啦。咁啊，即係我哋進化咗啦嘛，香港人即係唔係咁容易俾少少歪理，或者我哋即係。投咗幾十年票，咁唔單止黃好藍好啦，大家已經慣咗，即係有民主選舉就刺激大家諗嘢噶嘛。即係你有個制度，你去要投票，係咪？即係你要去攞，要攞嗰個咩金啊？嗰個叫做嗰五千蚊啊，嗰五千蚊消費券啊，你要攞，你都要研究一輪點攞啊，幾時用啊？好似就嚟先仲有一千蚊送。自動入落去嗰度，幾時可以攞啊？喂，你研究一輪噶嘛？啊，你用安心出行，你都要話有個 system 啊，叫安心出行啊，冇咗唔去得呢，唔去得嗰，中你好唔中意佢，你都研究一輪噶嘛？選舉就係啦，一般香港人已經對住開頭係選舉嘅，唔好理啊，政治啊，唔好理啊。八十年代我哋嗰代嗰啲人啊，唔好理政治啊，到我哋而家好清楚啦。哦，抹咗佢，包括啲藍絲都好清楚，話選舉係咩事，我哋要歸邊，我哋選翻我哋自己支持我哋自己啲人咁樣。嗱，其實個數好易計嘅，好易計嘅，因為咧上一次區議會選舉都仲有谷行出嚟咧，建制係有四成嘅，咁嗰四成人出嚟投票咧，都應該有百幾萬，都應該有即係三成，四百三十二，應該有三百幾萬。四百四十几万，四成两百万到啦，应该有两百万到投票嘅。咁啊，但系问题会唔会阿朱姐咁讲得翻三成咧？咁样三成即系百几万咧，咁可能仲低咧。系咁咧，我哋就必须面对呢样嘢啦。咁咧，听日就面对噶啦，系之后咧嗱，我听日嘅文或者我听日嘅评论咧，就系讲紧选举之后噶啦。今日都仲系讲紧选举之前，系包括要屌柒呢啲系破坏选举嘅人，系咁啊破坏选举嘅人，当然有可能系嗰啲网上转载许志峰嘅人啦，系咪先？官方嘅指控啦，呢个官方指控啫。咁但系我嘅指控咧，就包括好多系即系喊打喊杀嘅人，系咁啊！我哋睇下李家超咧，李家超强调唔好俾黑暴外国代理人破坏。力量得逞，大家必须踊跃投票。嗰个两小时前，呢个应该系电台讲嘢喎。踊跃投票啊，用选票诞生高效率解决香港问题嘅立法会。谂下你知个逻辑喺边度？用选票，你都唔系民选，点会可能诞生咧？咁佢但系呢啲你知啦，屌呢个中学生读稿嘅，大家必须踊跃投票。咁佢觉得自己好有，你系明星咩？好有影响力嘅，我讲你哋就听噶咯。咁但系呢啲咧？佢講有一樣嘢一定要，即係呢啲嗱，信報財經啦、撈啦嗰啲媒體啊，俾面都要啦，唔俾面，屌人哋拉槍嘅喎。咁咧，所以咧，即係一定會報曬佢出嚟，咁大家就睇到，睇大家就發猛疹嘅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又俾大家睇啦，望一望好啦，費事咧，見到警察就黃標啊！你知唔知？依家好撚老土啊！咁咧，原來元朗話有反恐喎，九龍公園。沙田新城市廣場啲人喺度演習，嗰度又要投票站，咁啊演習就演習啦，有啲警犬又剩啦，冚唪唥咧咁樣嘅隻手咁樣係咩咧？嗰啲係以色列衝鋒槍，機場嗰啲啊，你去個機場見到喺機場特警咁啦，喺度巡下，嗰啲迷你衝鋒槍，即係叭一射落嚟成打到兩蜜蜂竇咁，你敢唔敢去投票聽？搞啲咁嘢，咁多年來有冇試過？選舉站有啲阿叔阿伯喺度嗌交打交都是因為可能有推下拱下，即係唔係打交推下拱下嗰啲鬧交啊嗰啲咁，咁多年都冇和平，咁你做乜嘢搞啲咁嘢？講到咁喎，咁即係咩啊？我都話佢
赶客噶啦，系咪先啊？咁啊，阿李家超头先话啦，阿鼠要唔好破坏你嘅德情啦。早几日先至话啊嘛，系咪？嗱，仲有，14分钟前，唔系我呢、这个图 cap 得早一啲。呢、这个咧，曾国伟，曾国伟系咩咧？入境处处长，前入境处处长，而家系政制内地事务局局长。入境处系管下入境嘅啫，依家讲宪制，唔捻识嘢啦，当然。咁咧就出席电台啦，早嗰轮系其实佢专业自称，有专业嘅外国媒体，咩叫做自称啊？你自称专业嘅出入境人员啫，自称宪制专家添啦，系咪先？政制内地事务局自称专家，系人哋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啊，利用不实报道变相呼吁人投票，唉嗱。嗱，呢度好差嘅，我只能夠話好差啦，因為你呢啲涉及外國媒體嘅嘢，講多句都唔啱啊，涉及國防外交。咁但係佢呢啲屌啦聲，又係唔讀書噶啦，你知啦，入境處嗰啲升級嘅時候先叫我啲阿伯去整幾個鐘頭 lecture， 講下絕對書會俾佢聽。你事實嚟㗎，我冇抹黑佢嘅，你查翻記錄啊，90年代中嘅事啫，港府按實際情况寻求法律意见，针对我个媒体行为作出适当跟进。佢又形容啊，外部势力及反中乱港人士死心不息抹黑攻击选举制度，希望透过香港所谓嘅民主安排，尝试去拉我哋国家嘅后腿。你讲香港就香港啦，拉讲埋国家添嘛啊？系咁咧，压制国家发展，好明显系英美西美啊！西方国家思想啊思维，西方国家思维，咁啊相关阴谋鬼嘅绝对不能得逞，100%系毒狗啦，大家都明啦，呢啲咪《环球时报》嗰啲咁嘅调子，香港人唔识写呢啲嘢嘅，你明唔明啊？曾国伟更加唔识啦。好，咁啊，当完噶咯，好嘛？长气咗啲，我今日28分钟，咁啊，我都唔知头开头用咗几多时间，960几人，咁啊。临尾又讲一讲呢个啦，咁啊，唔好意思，屌，连个手机都神神地，好多识得噶喎。民主派当选2016年，咁啊，明天就投票啦。大家有冇谂起呢啲人咧？啊，我再投翻佢啫。你想啊，你又想，发梦冇咁早啦。2016年立法会选举，民主派当选30个人，而家点咧？呢、这个咧就系 standard， 即系立场新闻，做咗个好好嘅图出嚟，咁啊俾大家重温一下啦，系先。咁啊，流亡嚟香港嘅咧，走咗佬嘅咧，就许志峰啦、郭荣亨啦，郭荣亨唔系流亡嘅，佢自己提早走咗啫，脱离啫，系咪？冇，好似冇通缉佢系嘛？罗冠聪啦，通缉紧。梁仲恒有冇通缉啊？呢、这个好似冇，自己走。但系总之。唔走唔得啦，咁啊流亡咗啦，拉钩咗嘅咧就胡志伟、尹兆坚、林卓廷、谭文豪、范国威、欧乐轩、梁耀忠、梁国雄、郭家麒、杨岳桥、阿乔乔，仲有阿朱海迪、毛毛毛、孟静，哇，真系十鸠几人，而家仲拉咗，有啲孭住宝嘅咧吓，陈志全恭喜佢啦，我哋啱啱结咗婚系咪先？阿全哥，咁咧黄碧云。系碧云邪神保释民主党嘅，还有民主党嘅就江俊宇、陶谨申，咁咧呢三个人保释唔使等紧47人案，系咁啊！另外仲有李国麟，啊李国麟原来都系保释，我都唔知道。好啦，咁啊退出淡出政圈咧，梁继昌啦、梁淑庄啦、陈淑庄啦。陈玉庄系个头个老友士啊嘛，咁啊莫乃光啦，系叶建源啦，呢个林家产咧搞掂咗教协咧就完成任务啦。乔家津啦、张超雄啦、尤慧晶啊，结咗婚啊，呢个最好啦，下场最好呢个本土派嘅，得本土派一个。刘小丽都算系本土派啦，系咪？一阵就玩完咗啦。仲有姚松炎，呢三个都系狗西嘅。即是白忙一场啦，但是不算好好悲嘅呢啲，咁就是如此啦，咁冚唪唥都冇份啦今次，所以大家唔使諗啊，搵返佢选啦，咁冇呢回事。
听日只系睇到两样嘢嘅啫，有一堆你唔识嘅候选人同埋好多差人围住个票站，然后买你投票，买你投票，小心都挨住啲警犬吓，唔使睇个支枪攞嚟摆嘅啫，可能冇子弹嘅。好，就是如此，咁啊，31分。